Hello， 各位你好，我是空军。好，这次玩的皮肤是寒香舞，有点久没有玩这个皮肤了，就是过年气氛的这个皮肤，我觉得还不错看，还不错看，而且效果特效做的还蛮足的。好，今天我帮阵容宙斯、莫世空军、吉友手、小说家、前锋古董商，还有我本人空军。好，空军有两个，好，空军这局有两个，有点意外。好，先来破译，看一下小说家。中了监管一级，但是没有轮廓，我看不到监管是谁。我看到了一眼，我听到一个收斧头的声音，是那个鱼人精小金金。对，那因为是蜡像师看到了，好，是蜡像师跟鱼人精的搭配。那鱼人精呢？说实在的啦，玩得好的其实也没有到太多啦，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对，我很爱用鱼人精，所以我知道鱼人精其实。感觉好像很容易，但是其实是要一些技巧的，因为现在人越来越会闪你的那个崩坏的那个墙了，所以基本上你就是要有点薄心理，你知道吗？好 ，OK， 小说家倒地在那边，我也没办法针对他救他一下啦，就这样救了。好，不客气，可能还要再帮爱一下吧，因为感觉好像对，真的爱一下，打我吧，打我吧，伤害我扛。好 ，OK， 现在应该算是比较安全一点的吧。我自己蜡也有点满了，96是不是？快变蜡人了，但是应该没问题，应该不会追过来。这是一种心跳声呢，是另一个监管吗？不是，好，应该是安全，目前应该是没问题。这是急救手，好，枪开完了。如果他逃掉的话呢，就是值得；如果没逃掉的话，就是浪费。又不能喝酒啊，又忘记了。空军长这样不能喝酒，我实在是有一点难以接受。好吧，人设的问题，好，人设的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先来离开这一区。然后那边被封印了，是不是？古董商摸我吗？可以摸一下吧。好，放椅子的距离有点近，所以可能等一下要走了。走了，走了，他倒是走得挺快的。会被针对吗？会被针对吗？应该是不会吧？啊，应该是会，但是他不知道我怀表，所以嘿嘿，用了之后你就知道刺激有没有？马上用，马上就不追了。海神怀表就是好用，好，可以了，把我摸回来吧，谢谢，感谢，致谢，明谢，好，什么谢都拿出来用了。好，前锋现在倒数快结束了，我看一下目前破译机还有五台，破译到两台，这边再破译一下，然后看一下情况。我现在暂时应该先不要出门了，先存枪的钱再出门吧，要不然我也没什么作用，因为空军嘛，是不是？好，空军唯一最 CP 值最高就是开枪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好 ，OK， 两边都在那边，监管端那边。宙斯上移前锋又倒了一次，被抓起来第二次，感觉古董商要去牵制，但是有吗？没有打到，削太短，他那根削真的是，你知道，有时候很迷的那个距离啊。好，目前救掉，但是我觉得不妙，才刚讲完就倒了，果然因为两个这防守基本上很难救了，真的。纵使是古董上也是一样，自己赔上去了。好不容易存够钱买一把枪，我觉得可能局势也不大妙了。我觉得这局会输，已经废了一个了，破机还有四台，然后一个被抓，一个宙斯又倒地，急救手可能也不大妙，两下了。好，这局绝对会输。这局如果赢的话呢，就是奇迹，好不好？真的是奇迹了！破译机的速度真的太慢了，没有人在破译了，就只剩我跟小罗家，其他人都在跑。这怎么玩？我就问这局怎么玩？无法，真的无法，太难了。好，古董商倒数还有一段时间，大将是打算那边守吗？没有，他打算助攻一下。我是100%，完了，路易出不来。路易出不来，但香水出来了，所以没事。好，我准备打了一下，路易成功防守，但是拉又一下，可能再补一下之后，路易果然没办法，直接倒。哇，亏死了各位。
这局不用玩了，你只想要怎么全身而退就好了。比方说，撬棍在哪边有的买咧？目前还没有咧。好，看一下，目前飞掉两个，两个上椅子，波及还有三台。我这个枪到底是要拿来救人，还是要拿来自保？我现在有点犹豫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可能可以拿来自保一下，比较安全一点。救人可能就好了，救人了，能怎么办？哎，这边有波翼的进度哎，先救掉。反正我是我也没办法拿怎么样啊，他就只能自己找别人摸吧，因为我没受伤，所以我也帮不了他什么。好，小说家要被抓了，空军，哦呦！搞偷袭呀、啊！好吧，算了，那个不要破译好了，太危险了。好了，目前空军那个兄弟姐妹 S 姐妹才对，他目前又上椅子了，好像没有救他，感觉救他也先心有余力不足了，因为毕竟人变少了，是不是？还能怎么救？我就问，还能怎么救？无法了啦！哎呦，好，镇定剂，我现在只能用镇定剂吧。没其他选择了吧？遥控器还是可以选的，是不是？事到如今就只能随便玩了，没办法了，真的是。哎、欸，救掉一个小说家，工伤又赔进去，工伤第二次了，还要再赔进去，就有点危险，你知道吗？那看来也没有针对古董商上椅子，直接让小家再倒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想办法看你们全身而退，好不好？觉得有点困难了。哎呦，又破译到一台了。还是有一点机会能够小输吧，我想小输。哎、欸，他移动速度好快哦，这谁？击球手移动速度这么快的吗？他甚至没用跑步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是我错觉吗？好，目前都上椅子了，招救真的是，哎，好吧，开个枪咯。哎呦！先救掉再开枪。OK， 有兴奋吗？没兴奋，没兴奋还有机会。那古董商的话就先等等咯，他上椅子第三次了吗？第三次了吧，感觉要飞了。哇，输了，输了，完了，完了，被针对了，被针对了。开枪，开枪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有用就至少把枪开掉，对，就是比较没有遗憾，就这样而已。好啦，现在反而是小说家命最长啊，还有击球手两位，两个人相依为命，感觉好像可以买个撬棍离开了啦，破译不动了，两个监管，一个针对一个，基本上也是很难扳回了，很难扳回了。哎、欸，要扳回什么？已经输了是不是？对，已经输了，还扳回什么？不用扳回了，我们现在就等着看怎么输而已。小说家还在破译，倒在那边，最后的倔强吗？可以说是最后的倔强吗？好 ，OK， 现在只剩击球手了，感觉也没有要买撬棍，是不是？买了也没用，很容易被针对。现在只剩他还活着而已。哦，看到被发现了，完蛋了！啊，蜡上身了，没办法了，倒了，可以投降了，各位。我们准备去吃晚餐了，好吗？投降，哎，已经按了，是不是？各位，下集见，拜。